学又音乐家哦，不得了哈、哦！这个是黄老师吗？好、哦、，OK OK， 来，首先我们带来这首呢非常经典的、大家很熟的一首歌曲《榕树下》啊，有没有小提琴的演奏啊、哦？掌声在哪里？耶！掌声鼓励！哇，这真的是老师啊、哦！这个要叫黄老师啊、哦！黄大师，黄老师。黄大师，不好意思。下面现场朋友热情的掌声，还有我们的黄大师。哦，竹尾点歌就对了啦，哈，所以临时改的这一首哈，《榕树下》。你这样就透露出竹尾的年龄了。黄大师哦，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小提琴哦，这个演奏，哦，厉害了，厉害了哦，这个小提琴。